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我们今天为您挑选的这盘棋局呢比较特别，是一盘弈程上的网棋。对阵的双方这个网名啊，一个就是非常著名的 Master， 还有一个呢是拼搏啊。那么这个 Master 呢，大家可能已经不陌生了，他在网棋当中取得了60连胜啊，刘老师。对，这是最近一个热门的话题。是的，这个 Master 就是那个 AlphaGo 升级版吧。对，是的。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人机大战呢，这个对最受大家的关注，因为这个现在人工智能太厉害了。他这个没想到现在这个新的这个这么厉害，他在网络上在两个知名的网站呢，他同时下了分别下了30局，总共60局，对，而且全部胜利，上场的都是中日韩最高等级的这种棋手啊，轮番上场。你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柯洁下三盘，陈耀烨下了3盘啊，还有朴廷桓下的最多，下了5盘。那么这都是顶级的，对，无一胜局。所以说，这60局，足以证明，的确太强，的确太强了。对，这个不是我们说，已经不存在说你跟他对等的这个已经不能这个话题已经不能说了。我觉得我们对这个 Master 的认识呢，就是说我们要承认他的强大。对，毫无疑问，他比我们人类已经厉害了。厉害很多。对，我的之后呢，就可能有颠覆性的想法了。他的棋局有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崇拜的或者模仿的或者学习的一个方向，然后我们就要向他学习啊。所以他下出的棋可能都会让大家会去研究他，会模仿或者说是以前你或者说那个李世石啊，他4-1还赢了一盘哈。对，虽然输了但是赢了一盘，以后我觉得这可能赢都很难了。是因为现在他那个在进步，他比人类进步的快得多。没错，因为他只要不断电，他只要有电就可以一直不停的在那里训练。我是现在是看了一些的棋，我60盘没有看完，但是看了一部分。他的强大，他不是我们那个棋手那个想法。他那个程序啊，他就是定好了那个规则，天幕啊，或者他就这个赢，他每次都是赢的你没话讲。就是说赢的都不怎么会动，是吧？虽然动弹不了。他那个想法就虽然你有赢输半目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他那个有可能有些高手告诉我，他其实到赢到最后，他故意让你啊，对，他不见得非要赢你很多啊，他只要赢你，只要赢够了，因为规则上只要赢半目，只要赢就行。对，像我们棋手赢半目，我都想，想多赢一点更保险，或者我数错了，他没有这个问题，是他数得太清楚了。对，而且他有一个学习人工智能这个学习过程啊，他长得太快。不是我们人类所能比拟的，不是想象的，没错，不在一个同样的起跑线上了，已经。对。今天我们选一盘其他的，对，然后给大家稍微摆一摆。那么这个选的是我们也算高手吧？对。是距离虽然输了半目，米玉婷给他下是吧？这个米玉婷呢，他也是上场的高手之一吧？对。对我们觉得呢，就是这盘棋呢，它虽然说只差半目，但实际上呢，后来还是 master 控制的结果啊，就是说对后来想是以为说半目或者说机会多一点，实际上不要这么理解，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要理解。我们看看啊，这米玉婷黑棋，对，其实你要看这个招数啊，也很普通，是吧？也没有说到很多人这个行，对，走那这。这非常普通的，都是我们经常大概不陌生的招法。米玉婷呢也走了一个这个尖冲，这个我们这个电脑啊，马斯是走的什么呢？他是挂角，在这儿这个过去是吴清源的嘛？对，是的。什么你一走的一靠？但是他不按你那个走，他就挂脱先，然后大飞，对，然后这个棋呢直接3-3。他的棋好像点3-3好像也挺敏锐，很多
直接定型。没错。对这个是贴六目办的啊，它对这个时控啊控制得很紧凑，对，效率。这粘上，这个都是常见定式，这是过去我们说你要顶了它就跳，这种定式就比较普通。那么黑棋扳的，这个也是常见的一招吧，也是一种选择。这个很普通。那么白棋顶，对，黑棋挡上，普普通通。这个应该说过去都有下的，或者说喜欢黑的觉得厚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呢，他下两招棋下的很简单。扳一个，我觉得他这个下法，你看，打吃他就是这样，定型以后怕定型不着，直接走了一个俗的，点一个，这个招好像我们看着对于大飞的手脚，怎么能就这样把人家走得那么结实哈？这个是比较俗的，像俗手，或者说以前人家觉得这么下太俗了，这还都保留一些变化，他呢不直接定型在这儿，这个棋呢。你要说好坏也不好说，但是呢，这种下都是很直接，或者说有的人说是求道派，或者说你怎么下这么难看，不在他这儿没有，他是大局。确实。这是我对他理解，他大局好。他不存在你说的这种没有说是你觉得这样一种下法。一般很多人觉得，这个形状不行，不对，经常高手说一挥手说你不行，对，你这招不对，就否决了。他这儿没有这个，是，这个下法你看也是比较普普通通啊，但是他我觉得他是比较实惠，直接把你这个打散，对，也比较直接，没错，实惠这样。那么下面黑棋那个呢，在既然你不理呢，他再往继续走啊，你要贴这个他贴这个，但是他选的是这个，这个是比较狠一点的。压了一下，压一个，好，白棋爬一个，那么他是走大雪崩，这常见的，这个非常多吧？啊，一会儿就发现不太常见，不太常见。好，我们再看怎么不常见，这是一个定式了，这是非常的定式了，对，这个就是一个里拐一个外拐，这大家走了几百遍的，不是几百，不止几百遍，这个都是太多了，是吧？是的，现在他选择了是拐这个外拐，他下的是，我们现在他不叫 AlphaGo 啊，是叫 Master。Master， 他就如果是音译的话，可以叫他马斯特。啊，马斯特。如果是意译的话呢，就是翻译中文是大师。其实是就是都是过去都是跟那个他们一个，我理解成他是 AlphaGo 一个电脑啊，只不过是升级版的。他有一个学习的，比那个更厉害。他更深一步了，已经。好，这个时候断，白棋，要过去我们的定式呢是长在这儿，这是最多了。然后这是我的学习的这个小时候就都是这样。搬一个，跳出来。不跳是一种，还有简单的就打一个，或者是或者是打、这个、对，这是最简单了。拐一个，那么打一个，对，这是最简单的，这是以前老定式，老定式。那么白棋在这个定式呢，你在这儿，他这个头可能也不错，是吧？对，你说哪个一定好？这是老定式，对吧？刚才你说跳出来也又是一个定式，是那有很多。他走了一个和我们不同的了，他走的什么啊？这个棋你以前见过吗？我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见过，他走完了，他搬一个，对。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有这样的招。对，如果不是他下的，别人觉得这个是不是漏招，可能都会有这么想。对，是的。如果不是觉得他下的，也可能会觉得，哟，你给我机会了，可能走的不是棋，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吧？对，但是这个他这么下，跳一个，这个是必然吧。对，这个跳是我觉得是没有办法，你不能沾着被扳了，是吧？锦旗对搬跳是对的，是吧？那白棋立马就打了，打一个，对，顶住。这个棋，黑棋有没有别的下法？我实在没想出来，他可以怎么下呀？真的是，我们现在研究啊，要我研究的话，您觉得呢？我会不会有更好的下法？他如果说刚才他。他都粘吗？粘了被搬起来怎么办？不，
你比如说这个打一个，然后再跳一个，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一类的啊，哎，这样、啊、对，这样就断死了是吧？对啊，我觉得这种就不知道了。如果我现在排一个，您就尝一个。哎、对。哦。就这一类的哈、啊，或者我粘在这儿也行，这儿有个扳下来，嗯，是不是可以下？我觉得就这一类的，我们觉得很有棋下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变化，哎、对，没有看过，这不知道，这不知道，就试着摆一下吧，哎、这不试着摆一下，这个变化太复杂了，嗯，现在我们看啊，他是在这个时候跳，打这个，那么你这个时候也可以打呀，嗯，可以考虑啊，但如果这样的话，他。会不会这会不会算了？算了，也有可能。对，这打两下，然后爬一个。啊、嗯，这是也是一种。那么现在他是走的这个，哎，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这么摆变化，觉得也有可能有这下，但是跟他下呢，他不光这一局，好几局都是觉得他这个棋行嘛，大家都提出疑问。对。可是呢，谁给他下都输。反而不管他使什么招，他都能赢，是吧？对，甚至他走的有可能觉得俗手，觉得不行，但是你后面一数啊，嗯，到最后不行，所以现在知道他这个电脑啊，现在厉害。对，哎，人工智能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层面，太厉害了。没错。嗯。据李哲六段的分析呢，他是认为就是这个电脑啊。他没有局部的概念，他每一手棋他都是考虑全局的。对，他所谓呢，你的风格华丽啊，他可能在他这儿不他不存在这种概念，没有什么华丽不华丽的问题。他是他那个程序定好了，是以赢棋为目的，对，所以他每一步都是最接近他赢棋的目标的那一步。是的，是的。他每走一步看着谱时，他认为。最接近他最安全，没错，没错，嗯，或者是每次到最后，我们觉得这个棋可以吃他，而且他走了一个很普通的或者损的棋，就是很简单的，但他赢了，但是他赢了，他赢了，对，他觉得那个吃棋可能是虽然到嘴边的时候能吃，是啊、但是他觉得对他赢棋啊可能。没有把握，还没这个好。哎，他这个胜率的计算没有那个大。哎，对对对，那可能赢个好几十目，哎、这个只赢个两目。但是他那个胜的概率多，对，80%跟70%多。对，这就是实际上也是把我们的人类的弱点给克服了。我有时候恐惧，觉得半目不保险，想多弄一点，或者我怕数错，或者说我又想吃惯性的，我能吃了你就解决完了。对，他不，他有个够。他主要我只要是好就可以了，不需要机器它更理智，它没有情感，对对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这以后还得好好学学它的棋，这白白的谱到底怎么回事？这爬连着爬，我这个感觉这爬一个好吗？这个他爬那么多个是吧？对，嗯，这个我实际上我对这个爬觉得一般，我们以前都觉得这爬太多了，很怀疑是吧？而且这个时候我。有个疑，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打一下？你这个要提啊，我再粘上啊。嗯。对啊，这个打你受不了吧？你可能得搬吧。嗯。对你，我这再提一下。粘上。对，然后我再尝，是不是好一些啊？嗯。这样我现在觉得这个比那个好。你觉得这样好？这样好。嗯。你再打，那么我这都紧着气了，我有可能走这个了。我甚至觉得这样好。有可能。哎。我不不，但是我就没上去跟他下，这不下而出。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好啊？这是我提建议啊。现在看，这个确实有的时候就我们看他的棋，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值得探讨。嗯，但是你都赢不了60-0，可是不是一个这个一般的赢不了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他的招法，具体的招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对，现在。你要尝这个，没有走这个被白棋尝了，我认为这个棋它已经便宜了，对，和刚才相比就差不少。嗯，然后白棋再走这个，对，差不少，差不少，但是呢仍然是黑的也能下，黑棋还是我走搬一个，对，拆过来。你要说我们评判来说这棋
你要选择谁的，也有觉得说喜欢黑的也大人在，嗯，也有可能啊。但是这个我是比较明显的，那您觉得应该打一下，应该打一下，先打掉，那样交换比现在要形状好得多。嗯嗯，而且景胎气，对，上面两个子被景一气，这是很关键的。对，嗯，现在呢，他是他爬又爬一下。他觉得被拐一下就不舒服，拐一下是不舒服，但是呢，拐一下从计算说这个是白棋杀黑棋的，哦，那没有打劫吗？好像没有，是不是有打劫的可能性？比如说我拐一个，拐一个啊，嗯，哦，是这样吗？这样，这能不能铺着一下？那他这个，哦，这样，哎是，好像有打劫，有打劫，嗯。这个可能是有那个什么了啊，或者您靠一个会好一点，靠一个，嗯，这样会好一点，靠冲一个，嗯，但提一下就打一个，那不能这样，这样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我接着他爬一个，但是也是一个景，也是个景，嗯，也反正有个打劫好像，有个打劫是吧？有个打劫，哦，拐一个似乎没有吃劲的方法是吧？嗯。而应该我觉得是个缓气劫，有可能缓气劫拐一个您接上吗？嗯，有像是缓气劫单接吗？嗯，单接会好点吗？你走这个我接一个是不是死掉了，这样好像要近死的感觉。 嗯，但是我这么理解啊，嗯，你这个棋它已经便宜了，嗯，它再损一个也就算它本来也没事，它也其实多爬一个它可能又拉近距离也没关系，嗯，也有这个可能，但你每走一个他觉得可能落后了一步之后呢，嗯，他给你距离再拉近一点，嗯，这个也是一种很奇怪的，嗯，不过我觉得这个确实这马斯特他大局还是非常强，他当然我觉得不光大局强，什么都强，什么都强但是我现在还是不知道，因为他60盘棋谱我并没有看过很多，嗯，就是像当初他跟李世石下的时候，主要是第4盘他输在哪里？他输在打劫，打劫就重要那个劫，是。这那个劫在我们看来根本就不需要惧怕，但是他出问题了啊，他突然就短路了，短路。所以我在想，如果说还是像那种情况会出现打劫的情况，像不是说正中间吧，比如说这个偏中央的位置，如果说出现一个打劫，对他来说会不会是一个很艰巨的考验？那你下了60盘都输了，那60个人可都不是一般的人，对，他们难道不知道打劫吗？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制造一个复杂一点的劫，或者说对他来说是个考验？现在啊，从我们看到的电脑，我们知道他很强，从大家职业棋手在议论当中啊。这些都不是问题了，他这已经解决了，哎，都解决了，那就已经无懈可击了，都解决了。就说你给他来打劫啊，模仿棋啊，嗯，或者你想可想的东西，他那个都能解决。我们都能想出来的招法，他都解决了。现在就是想办法什么时候能赢他一盘，看谁能够或者谁设个大奖金，看能赢他一盘。你，嗯，有悬赏之前。如果有赢了一盘，说明这个他有这个，有他的弱点。对，现在关键是现在从棋上我们理解啊，这个他强大了，完全认识了。是这个，因为他这个人工智能，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自我学习精神这太厉害。他只要不断电就行。人家甚至说以后你这个棋是一个。是个小的科目，以后它运用到别的方面，嗯，那就更了不得。嗯，哎，如果你要这个算这么准，你要用到军事上，它有指挥你，那可了不得了，是不是？是，所以说这个发展也是以后我们的那个空间啊，想象，嗯，那也不在，完全不在我们这个层面上了。没错，哎，特别的宽广，所以我们这个下棋虽然是小道，但是它引申的也是相当的，嗯，很深的，以后，这个，所以我想，不能以后不能说自己多么强，太自满。以前的很多人很自满的那个想法，现在都应该都有所调整。嗯，好，我们看这个棋啊，现在飞一个，也是一个飞很正常的了。对他先尖了一下，对，就跟他交换了一下。尖一个，这边有挖，对，这个形状，走掉，然后
走这个是吧，拖一个，嗯，你一听拖一个，这些确实挺为难的，我觉得黑棋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打入也很大，感觉要我有可能打入啊。嗯，我觉得这么薄先打入啊。嗯，这个米一婷拖这个脚大吗？这个长一个，可能，但是他打入他又有别的招了。嗯，爬一个，他赶紧把这个罩掉，这个罩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棋吧，应该说。一般的压缩了情况，现在这个力啊可能比较多。嗯，哎，这个比较多下是吧？对，他呢是压了一个，从后使木上来说，这个是损的，嗯，不如这个力，嗯，就这么交换，对，走这个，搬这个要提啊，这个不提这一力这就麻烦了，对，这个就死掉了，嗯，然后他提这个交换成这样之后呢，他关键是要抢这一步，大跳，这个大跳。嗯，具有卓越的大局观，我这确实是是这样啊。嗯，我觉得这个是这好像是下不赢他。这对这个，这走两步就觉得白棋这形势已经一片大好了。不走这个，这个是，这个你要不走那儿，这个很大了。他所以黑棋就在这儿补一个，然后白棋把这个立，把这个立掉，对。对，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打入很大，嗯，我觉得这个立完之后，这个立是相当大，这个立特别大，嗯，因为什么？它这儿还有个断，这个没有活，对，你现在如果你不是说啊，你要是补一个或者走什么，但你这个被他一挡，这个也了不得，对。是吧？就发现它本来很薄的地方，然后被它居然能撑出十几二十步棋来了。这个了不得，这个不行。所以你这个棋呢，也得往那边走。嗯。所以我之前说这个拿角还不如这个也可以考虑，先在这儿攻一下也是可以考虑。那个角不大，嗯，确实是。现在这样的话，白棋黑棋就应该往那边走了。嗯，黑棋先尖了一下，考验一下白棋，不为所动。他觉得这个都是小，哦，这个是小地方，这个是正确的，嗯，因为现在呢，这个形状啊，如果你再冲击它，我看你如果这样来冲击它的话，白棋有个狠的。他是不是要尖住啊？对，这个能吃。我总是觉得他已经跑不掉了。对，他有一个这个狠招，这样就把你就能够全吃掉。你就跑不掉了，你断它就粘上。这个就死掉了，是吧？是的。哎，这个棋呢，你要没有这个的话，它这个都是联络的很完整，嗯，它的形状比较完整，嗯，就不怕。就整体这块白棋其实现在很厚了，人家立一个这儿还，二路还有个过的，你对对对，能把它怎么样啊？对，这个棋，这个它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啊。嗯，现在黑棋把这个打入了吧？他先打吃了一下，打吃了一下。对，打一下。他接上，接上了，然后打入，对，所以打入打，他说刚补这个被他挡很大啊，他所以打这个是对的，嗯，他也就让了，嗯，然后扳住，对，这个没有考虑打劫哈，啊，啊，哦，米青不给他打劫啊，这个是不是都有这里有劫财，有劫财呀，啊，嗯。不敢吗？但是这个白棋是不是这一带，如果说他要打劫的话，是不是这样？这样他就跟着走呗。对，是他这边他有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劫财多，那没问题。嗯，这个如果这一般是不肯提。但是打劫，也许我想啊，嗯，也许他可能会不会走别的？在上面，这样吗？这样呢？这样被提一下，这上面不是有个断了？是啊，那这个棋，我替米玉婷说，为什么他不打个劫？那就把这个断了吧，断开打，就打着这个劫，对，然后断这个，对，顺着劫财啊，嗯，可能是这样。这我觉得这个断完了，黑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厚。断他就跟着走呗。对啊。然后那当然打劫复杂的一些，嗯，可以考虑打劫。这米玉婷不是说。他这个电脑这个打劫不行吗？是吧，哦？是这样是吧？嗯，他是粘上的，他也没有去打，他扳着。然后黑棋扳了一个。对，他觉得这样吃那个空多。嗯。
有目。有目。嗯，人家下得很清楚，这个。粘住是吧？这个是要粘住，这是正常的。现在啊，这个交换之后啊，这个棋啊，黑棋啊，这个没有活。哎，你的眼位这个断完之后啊，这没有活。嗯。这以后白棋这个断完了尖了之后，这儿长啊，这个有搜刮的，有搜刮的棋。对，是的。这长先生这一扳，这还没活。那么这样的话，他的优势就出来了。对。看走这个呢，像这个就像是这他的掌握之中了。他走这个，我确实觉得这个马斯特的这个大局太强了。这个棋呢，你要普通的是这么走，跳，这样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吧？对，这样普通的。是的。没这个没有这么下，但是呢，他是扳。看他是你是长还是短，但结果他就断了。这个时候他也没手软，是该断的时候他就断上来了。对，这个断一个厉害啊。嗯，没错。断一个，你现在你的出头只能这样。嗯，这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你大概只有这样了。是。你的关键的活。对，这个确实黑棋已经现在下得有点难受了。对。那么这棋接下来黑棋怎么办？哦，这是个问题。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替他想想办法。这接下来这黑棋这块棋除了做活，能不能有点别的什么招法？啊、哦，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一盘网络上的对阵，是由这个米玉挺网民拼搏对阵，非常厉害的 Master 啊。对。刚才呢，为大家讲解到这里，这黑棋已经比较难办了，现在被断开了之后，因为这块棋，这毫无疑问它得活棋呀，它不活怎么办呢？这接下来人家要动手吃它了。白棋外面都很厚，是，这个白棋是马斯的，他是直接就断了之后啊，攻击你这个，他这个下的比较，你说他什么都不缺，力量也厉害，也很对，力量也很大，是吧？关键他让你没得动，没有可以动劲儿的地方，没有动劲儿的，他走这个，把这贴，这有点，然后这是。他的这个棋呢就发挥了，你看他这个子啊就连着你，他就再来一下长，然后再切，再长，对，现在呢就后面就没意思，他这个正好这个你再走他唬住了，这个棋呢一个大棍子啊还得补活，这不走这个要死，对，不走要死，所以这个棋他是补的这个。主要是黑棋，他也没有办法靠这种来做赢。不能做，不能这样。那走完了底下要死了。不，你这个棋你要比如说脱先一个，他这个走这个，对吧？这一吃你麻烦了。你好不容易把上面活了，然后底下死了，那还了得？不行，这个不行。这一次是死棋，你得走这个。这肯定不行。这一扳，这个角，这个里面死了。对。这不行，这不可以。所以现在黑棋很薄，其实。所以这个棋呢，黑棋啊是在这个地方搬了，先要个便宜，想再做活。但是这两个其实可以考虑不走，先要么单直接单团得了是吧？单团这因为这里面是有点不走，你得补这个，你不走这一盘打吃一小尖，不，盘贴这个即可。哦，你还可以贴一个。贴一个，我看。因为你这不是一夹就死了吗，是吧？你在这儿走，我就打出来了。哦，这个厉害。这个你好像那他得尝一个，不能不走了，这是要不然四个被夹死。对呀、啊，你大概白棋要补一个，补一个呢，黑棋一会儿往这儿走一个，这个是不是大局观好点啊？或者是我再胆小一点补这个？好。也可以考虑，如果胆子大一点这个。是吧？你这个是不是收控会怎么样？我这比实战应该要强，要强一点。对。这是不能说这样黑棋就好了，但是肯定比实战强。但是我们跟他
这很多职业棋手都说这个好那个，可是到最后结果都一样，大家都是输了啊。所以我们只是说一说啊，这个实际的情况那就真的是要看他最后的结果了。现在他没有走这个，我们看看实战，黑棋他没有这么下，他走的这个是不是就不如我们的呢？不如我们那个下法吧。嗯，现在走了这个之后啊，白棋就没有这粘了，之后呢再走这个，他希望走成这样，他是后手，哎，想交换成这样便宜，其实这个都小意思，哎，但是他走在这个时候他脱先了，就白棋不走了，他这个狠啊，他这个好，这个是十多目棋他不要走，他现在走这个，这个大，对，中央大，他先要挟你一下，对，哎，问你这是怎么赢的，对，这个很大，这个你不走，这里面这个威胁着你呢，所以你必须要打，是吧？对，这个必须打，这再搬你一个也是对的，搬一个。然后他是忍无可忍，他断了，他又断了，这不能这样再忍了，又被人家接上去，这也还要搬进去。他可能是有点什么东西里面、啊，嗯，哎、这个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棋？可能这个先手我估计，是不是这个有棋吧？我估计有棋，哪怕啊这个是不是？对，我看着好像不太像行的样子，就反正是这个就有点问题了吧？这个哦，那打这个。这好像也不太行，这挖一个已经死了，挖一个就有点挖一个已经死了，对，好像是不可以，所以这个棋，这不行，你要被它粘住了，还是真有棋，嗯嗯，这个棋我们看看，这刚才还能粘一个长气，嗯，那么说那它长一个这个不可以吗？长啊，它不，它要这样形状更好。嗯，但是这个棋黑棋就断了，嗯，不能走成那样，这得反击，反击了，受不了了，对，要不然。然后这个不能不补，这个你被白棋就这样要命了，这必须补。白棋这个时候呢，中央是给黑棋破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他走的这个棋啊非常好，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这个是大，对。哎，是中央互相围啊，不如边上这个互相这个拆二啊，互相消长的那个边上现在是比中央大。对。他这个也是符合棋理。没错。这个是其实到越到后面边就要超过中央的价值，这个是非常好的。这白棋下的太清楚了，简直就是让人无懈可击，我觉得。你也很佩服是吧？我如果有他那样的大局观的话，我觉得我也无敌了。是，这个下的基本上让人无法抵挡。对这个棋看着很朴实，他这个给人理解 啊, 啊，就是看那个朴实的，但是呢很有效。这招非常清晰，就你这下肯定是不行。其实这个招呢，别人或者很多高手都会、对，但是他呢就是比较合理，到最后赢棋赢得比较清楚。嗯，很多比他华丽的招，我觉得也很多。嗯，但是呢。没有他这么，那不一定管用啊！这个华丽的招，华丽也有可能偶尔管上或者赢盘，但是呢，没有像他是60连胜。哎，对，他这个厉害，太厉害了，太厉害啊！这也是，然后黑棋、太厉害，是受不了，他把这个拐一下，是吧？这个是先手，哎，然后他还是米玉婷走的中央的棋，是吧？嗯，他跳了一个，哎，这个不大啊，我觉得很大呀，很大，他怕他这样中央或者怎么样。封上是吧？是，或者走这个就可以。嗯，这个把这个围住，可能也不小。对，反正你让人家走一个也受不了，估计。也可能是，但是可能还是不够。他是走的这个，看着也不小，但是这个粘，他把这个粘是粘上的啊，粘上。嗯，他先团了一下，他还挺精细的。对，这个团呢？这一步还团掉。那你说我黑棋有没有先打掉？但是你先打不好，先打锦气了，锦气了，这个棋它有断，
有这个断。是啊，如果再拐打的话，在这个抽全抽回去。哦，对，哎，这有这个，你看，这吃对，叫出奇了。哎，这不行，然后这一抽抽回去。哎，这不行，这不可以。粘上你还得，哇，这也太惨了。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是有这个奇的。所以这个这人家还没说要尝一下的事儿啊，对对对，所以这个棋不能弹，那所以白棋呢也不保留了，直接就给你交换了，是吧？嗯，对，然后他再接上，把这个粘上，对，可以去尖了，尖上，这是粘是对的，嗯，再团住，然后这个白棋必须补上，是吧？这必须补上。这个就交换成这样，这个棋呢，我们数一数呢，感觉还是哎，可能是输赢还不多哈，差的不多，但是感觉就差一点。但是这个就已经定基本没戏了。是，这我本来也没有，确实也不太也不太好，不太好。嗯，那么现在走成这样之后，黑棋飞一个，黑棋飞一个，飞一个其实很大。对，假如你不飞，你或者是中央或者不飞的话，这个棋是什么棋呢？它搬，对，你只有连搬再打，对，直接冲出来。对，这个相当大，这个相当大。这个，而且待会儿人家连还管着这连，都收目都是目全给你留住。这个不单是把你那个目给，这个是相当大的一步棋。回头再给你这儿抽一下，再粘上，全都先收。这已经跑出来就已经说明问题了。简直是让你不行，痛不欲生。对，这个就非常大，所以补是要紧的，这个补是非常大，只是补哪儿的问题，他补的是这个，还是比较稳的啊。嗯，补这个。白棋下的特别稳健。这个棋呢，他就把这个爬回去。这个爬，不是吧？他是先这靠了一个。哦，是吗？是靠的，靠的。哦、之前是在那个地方靠一个、嗯，这个之前早就走了。嗯。哎，是。他是这样的。嗯。哦，靠一个，然后黑棋顶了。对对对对对。粘上。对。然后黑棋飞吗？这个棋，啊不，这个是走的这个是对，我记得是这走这个，我记得次序是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记错，然后他爬了，爬的爬回来，这个棋呢，就是说这个爬呢，要是如果是我下的话，我觉得肯定不会爬的，有可能飞这个，我想想，有可能飞这个，是，如果说他压的话，压的话就是长吗？就长，这个大飞也不得了，对，是吧？很有可能，嗯，但是他是走的。非常简明啊，就是这个牌，这个大嘛，这拐是明显的后手啊。他这边呢，就有点差别在哪里呢？就是黑棋飞了之后呢，他上面就很简单就进去了。他的算路就是可能觉得把上面的给算过了。他把上面给靠进去了。哎，这但我也很难说。对，这靠是不得不走，对不走的话，他这儿有个尖。嗯。哎，这个也能收你不少，是吧？对。他是靠能够。先手，他的计算是你下面虽然得了，那个是肯定比这个大。我的理解，可能他这个都是或者是稍微缓了一点。我也觉得是缓了一点，但是也有可能被人家拐下去之后，他形势觉得不错了，这个更稳当。嗯、然后拐下去之后就有收气的问题，收不着什么气，就把您就挡住他。哎，对，没有什么大气收了，嗯，已经是死定了。嗯。那爬的太多了，爬的太多了，这个棋就有点稍微有点不解了，不明。不，但是呢，这就是他。对。如果是正常，可能这招棋也抢更大的，但是他觉得这个稳当。那我们觉得，其实后面的官子还有小官子，他并不是最完美的下法。对，你说的对。要求从棋的上，是从赢的多的这个计算的话，对，本来。可以赢，八目，他可能就赢个三目。哦，他觉得赢三目最保险，我就赢三目。啊，对，有的是赢三目，他就赢半目。啊，对，对，他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甚至让你错觉，你就这个水平吗？其实让你上当了。然后你发现你这半目永远也越不过去。对他那个半目不是我们这个经常你越不过去。哎，对，那个半目很难越。嗯，所以他这个，所以说有时候他那个时候半目。我们跟我们的理解可能要有出入的。对，是的。嗯，像这个棋就是，我觉得就比较小，
但是他就这么下，没感觉没那个下面大，对，他就走了一个这个，嗯，然后这个后面他这个他是走的这个吧，他先尖了一个，尖了一个，这是他的先手，对，嗯，然后靠了一个，靠一个，对，这黑棋顶一个，嗯，走这个，这个是个后手，是啊，但是挺大的，也很大，挺大的，挺大，嗯，对，然后这个棋呢，这个如果不走的话，它是不是可以直接对对夹住了？夹住，这儿有一个紧气的问题，冲过来，你可能最多是这个吧，大概这样，这也不小，嗯、也不小倒是。然后这个还不说什么断完了这个断这个的事儿，那个还好，这个暂时不成立，暂时它有一个贴着紧气的问题，这个、对对对，多一个这个，多一个这个，嗯、这儿也紧气啊，对，这样的气。靠了之后，这个黑棋现在就直接收官棋了，对，是吧？收官棋长了一下，长了一下，嗯，贴一个，爬了一个，爬一个啊、嗯，爬一个，这白棋粘上是没有办法的，对，这是要粘上的，嗯，粘是对的。然后他就把这个飞掉吧，飞掉啊，对。哦，他中间先交换两下，他先刺了一下，然后跟他走了两下。这个，白棋啊，像这一类棋，对啊，没有走。这个是比较普通的，我们很多人会想走、这个。对，我们总是想走到这儿。这一类的棋啊、嗯，是的，他是直接拔一个。嗯，其实他这个棋应该说也有道理，他不怕你走这个。嗯，我们往后看啊。他说：“你走这个，他有可能走这个。”我估计对对对，这个大，这个大，他是走了这个之后飞一个、嗯、是吧？飞，嗯，白棋跳跳，冲一个，把这个走掉。对，这是最常见的一个那个定型。嗯，都是这个大家官子这个都是经典的一个定型。走着这个就非常细了，应该对于他来说，这个计算呢，就是最清楚了。他我觉得很容易算清楚。很容易，这个到后面我们呢，要如果职业棋手呢，就要我经常数目数，有时候啊，年龄一大就数完一块，有时候会忘。对。啊，我们呢，有人每个人数的习惯，有时候你都要花时间。没错。是。但是他可能都不用花时间。这数目对他来说，这一秒钟都不用估计。这是跟我们的、还是他优势就出来了？对对，是，这是他优势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他跳了跳一个，怕这个靠。嗯嗯，这个很大。对。下面我觉得，这是白棋把那个搬了，搬掉了啊，搬这个是常规手段。对他走这个先手，这是常规手段。这下面一手棋，他这个刚才这个有本来是这个打，他是走这个了吧？嗯。他故意不走到这儿了，哎，这样呢，就 就是说这变成了个好棋了。啊，你如果挡呢，他就直接吃在这里。嗯，这是官子好棋。对，哎，直接到这个位置。本来你这两步交换，你这一走，没啥棋，但是这招棋是好棋。嗯，所以呢，你走这个被吃了，所以黑棋是要尝这个。嗯，这是必然要拼。嗯，就因为这个呢，后面他出招了。嗯。他不是走这个，走这个当然是可以了，走这个是黑棋最满意了。是，黑棋关键是这招棋，就白棋啊，嗯，他的这招棋出招了，这是好棋。嗯，的确是。走这个，这个时候黑棋没法抵挡。黑棋只有这个，这人家马上连回去了。比这个好，哎，他是直接走这个，哎，走这个，然后人家冲过来。然后呢，他是经过计算，他是觉得这个比这个长好。他为什么不能长呢？长他觉得这样。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好啊，不够便宜，这贴一个不够便宜，这也还不够好是吧？他觉得这样并不好。你我们最后看吧，你看他现在是三目棋，对对对，我们最后看这个，他断了一个，断了一个，嗯，他把这个吃掉，他把这个吃了，他挡回来了，对。他这里吃了是五目，你走这个呢，你这个必须提，不提啊，这个粘先手，要出棋了，这要出棋了，了对对对，这粘先手，而且不本身你都没活，可能那断了一冲，已经把它粘死了。哎，对对对对，这不先粘这个，或者就已经死了，已经死了。所以这是这个变成了这儿多出五目，
而且它这个地方拐住，你这儿是少了一目，你看它的计算应该是超过我们，然后再冲吃它的，我们只能是相信它。这儿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啊，我们这儿是五目，五目，对，你这儿少了一目，那就是黑棋多了一目。黑棋多一目、嗯。当时呢，我们这查完之后，你如果再走的话，你必须要是黑棋，就是说这个地方差了一手棋，差了一手，你白棋有弱点、哦，那不止一目，差出一手棋来了。对，嗯，定型，这个还是他的正确吧，他的厉害，不得不佩服啊，这。对，但是呢，算到这现在就是最后只差半目，嗯，是吧？吓成这样了，吓得他太挤了一个吧，挤了一个，嗯，挤一个，嗯，这个就是非常他搬了一下，他就跳一个跳这个，嗯，这是他的算成这个啊，算成黑的，嗯，现在黑棋往什么地方走呢？他尖了一个，白棋断，断，嗯，然后把这个团了，团了住，嗯。跳刺了一下，跳刺，嗯，白棋把这个顶掉，顶掉，交换掉，挤掉，嗯，接上，然后他就粘了一个吧，粘了一个，然后虎拐住，拐住，嗯，这么定型，黑棋也没有什么现在大官子了，大官子就搬粘先手，嗯，那么。这也提掉了吧？这个提了一下吧。这是对，那是后面几手提的。后面提的是吧？啊，对。那现在这黑棋就冲了拐住了。嗯。对。先把这个搬掉，嗯、这是搬粘，搬粘，嗯。然后是这个，对，它就冲了。对。拐住。对对对，是这么走掉。是吧？对，是这样。白棋把这个冲掉了吧？不，把先挤，这个早，这个就啊，这个冲掉了，冲掉，嗯，然后这个挤这个，挤一个还是挤一个？嗯，黑棋顶了一个，对，黑棋顶的这个，我是觉得这个顶挺大的，本来这个是逆收三目的，这个、棋有点稍微有点差异，对啊，他这不是应该虎了再挤吗、哎？对对 对, 对, 对，我以为是这样的，对，这个有点明显让，对啊，这差三目的这个。我有点无法理解，所以我觉得小官子还是有一些这个要这样，这个棋总是先交换掉，再团不一样，对呀、啊、对呀、啊，这个、连续手段，对啊，这个现在你看，结果他走这个被人家顶了，对，这什么意思？先手三目不可能有这个再大、嗯，先手三目现在全盘都没，先手两目都没有了，对，所以他这个先手三目让给黑棋了。这个明显的让，这是这看出了这个，看来他这个半目啊，他觉得已经够了。然后他走这个，对，黑棋这个冲了，他把这个冲了，把这个粘上了吧？他是，哦，黑棋爬了一个，是我记得，黑棋的，嗯，然后他特别绝，他不是单爬，他把里面那个劫材都走了，他走这个啊，是啊，这所有的劫材都全部交换掉，这个不明白是。但是这跟后面是劫材是有关系的，关键是这两个劫材都没了，啊、三个啊，没错，这个不明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不明白。嗯，但是这个棋呢，我们说反正他赢了，这些就是如果你说这种棋没必要走的，损三个劫材或者小孩下可能会骂他。这打吃这。都没损了一个、两个、三个，这不止三个。就是说，你这损劫干嘛呀？是这没必要走。但是他这么下，他就是说他已经赢了。他走几个坏棋，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明白。这个明显可以多赢两目，为什么不先手三目他不走？这个我就不明白了。他控制的牢牢的，最后的就赢你半目。对，这是为了气别人吗？是气别人，所以呢，大家不要被他输半目这个迷惑。但现在这个强大呢，就是已经都毫无争议了啊。咱们都承认了，都承认了。这个不管过去有说跟他有一拼的，不管是谁了，等等高手，各大高手现在都服软了，都说跟他没法下，确实是下不过。现在是差距多大的问题，都大家就有话题。什么？有的人甚至说你是不是得让子了？怎么着？这都有话题。
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就是世界上最高的高手钟日涵啊，就说下不过他的都承认了。反正大家都承认下不赢。哎，下不赢。哎，的确，那他这60盘其实。他一盘都不输，那一盘不输可以说、是不可能吧？这就像是给你秀一下肌肉，让你这个所有的高手啊、看看我的实力。其实有点这个意思吧。怎么这个就是的确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他。对，确实。的确强。大家后面。就是说，以后这个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对。以后这个，从现在光看这个棋的角度来说，我们就希望能有赢他的棋手出现。啊，希望。但是好像不太容易。或者是以后啊，我们世界大赛拿了冠军之后啊，谁拿了冠军，跟他先下一下，请教一下他。或者说，以后跟他下的棋谱啊，或者是大家作为一个样板啊，或者是这种都是有可能，他是我们学习的目标啊，都有可能。有些研究的结果，如果真搞不懂，跟他拿他试一试，对，可能结果出来了，这些都是有可能。跟过去的什么个人崇拜或者崇拜这个那个，可能都不一样了。过去某一个棋手，大家都非常崇敬。或者他的风格模仿可能又要发生变化了。以后所以这个电脑以后发展的空间真的是我们以前想象觉得离我们很远，没想到它这么快这么近就真的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人类在棋上体现出来的思想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说有各种风格，像之前的武功老师啊，后来的聂伟平老师，他们的风格还是很鲜明的，就思想体现的大家都看得很舒服。大家这是人类的出色的地方。那机器它确实比我们下得好，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要向它学习。那么这盘棋呢，我们也只能给大家摆到这里，虽然只差半步，但是其实是后面。没有意义啊，对，后面是人家这个目数收的不够紧，对啊，所以最后的结果呢是马斯特是以半目的优势，这棋是天六目版的，半目的优势战胜了拼搏，也就是谜语挺啊。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